春节回家过年才2天，爸妈就嫌弃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来教你过年回家的生存指南。没事干就多读读书，别催婚了，工作就是我的女朋友。遇到事情要保持微笑。还有最后一招终极指南，如果实在是扛不过，没有什么是一个红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实在是不行，那就说明给他不够。过年就是一场生存挑战赛，上传你们春节期间的独家生存指南，说不定你就能获得心灵惊喜哦。